那现在呢，介于这个恐怖的东西啊，我呢完全就像一个傻子进城，没见过电灯，你知道吗？电灯一亮，吓得刚哥尿炕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把我的副驾驶坐在旁边了，让他感受感受啊，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我呢，现在你说满头雾水吧，不能说满头雾水，其实我是胸有成竹，知道吧？因为什么？现在呢，就是说我呢，完全我自己设计一条路线，出了纽约城，出我现在这个地方呢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不说了，驾驶的时候，我想拍成视频给大家，告诉大家，如果你作为一个新手，为什么你说我这活你干不了？就说现在，我不说了 ，GPS 导航告诉我，现在我在这个地方根本出不去，13 feet 6出不去。可是大家都看到了没？刚才我们说已经之前呢，我已经给大家量过12 feet 10那个地方呢能过去。那这次我们还要不要从那儿过？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只要过了那个地方呢，其他的东西呢，其他的路程呢也需要自己单独安排一下。然后呢，也需要走的路线呢也是挺夸张的吧？就完全不能跟着导航走了，你完全得跟着自己的思路。哎，你要走哪条路走哪条路，随时更换路线，明白了吗，兄弟们？好了，现在启程。老马识途，原路返航。在走之前，还是那句话 ，logbook 搞好了，所有的事情了搞好了就不慌了。OK 了，这里搞定。哦，有多久没有这样看着我了？有一阵儿了，我真的记得，在我的记忆真是有一阵儿了。我给大家屏幕向下一点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操作。我现在我别看我眼睛看这里，我是用余光看那里的啊。大家真的就是说，真的就是说，现在我可以跟大家说，前面像这种电线，你没事干的时候呢，我不说了，我会走这样一下子。因为呢，我刚才测试过这电线的高度，这电线的高度都是很恐怖的。因为我过来的时候已经遇到过了，所以说这种双黄线对刚哥有用吗？没有用的，懂了吧？所以现在我会打着双闪走。这个地方有没有那个工业车呢？也是有啊，但是像我这样的拽，像那么高正儿八经高度的拽腕的是没有的，有的是平板车，他们自己的高度呢就低一点。这个地方没有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电线呢，我就可以靠这边的，这个 OK 了，这个肯定是100%没问题。那之前我们就是直走过来的，然后当时呢，它设计的路线是让我们往右走，那我就转个右啊。这时候我都看着所有的东西。我们之前就从这边过来了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其实我们现在的路线，如果说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左走也可以。啊，不管了，还是这样吧。因为你真的永远不知道，它上面写的是27A 的东和西都是能走过去的，但是那。我之前我不说了，他那条路我之前没走过，现在我就是稳中求胜，我怎么来的我怎么回去，唯独就是一点吧。喝口水给刚哥压压惊。头顶上的线你怕不怕？如果你经常走这条路，你不怕了。可是问题呢，如果你没走过来，你是不是就怕了？刹不住车，压点线没有问题的啊。啊，美丽的宾夕法尼亚，美丽的纽约州的纽约城。有段时间没开出我的汗来了啊，兄弟们，因为这次开出我汗来是那个高度啊，因为我静止成这个高度，这个高度也不行，那个高度不行，
我选的 Interstate 都有限高是13.5 feet 的，但是能过来啊。最恐怖那个限高12.8 feet，我就说这帮哥们应该是不是应该把那12.8 feet 改一改呀、啊？那完肯定不是12.8 feet，怎么那桥还热胀冷缩？夏天高，冬天低啊，冬天矮啊。哎，不管他了啊，一档起了个步，支持我们这个弯道就是怎么办？因为我还是那句话，拐之前先看看有没有那个不让卡车走的地方。看着没？哎，这他妈的，我认为够，但是就这吧，被树枝磕了一下。这还是纽约州的洲际公路算是。所以这地方呢，它老的到了一定程度。你看前面又一座桥，我当时那座桥12.8 feet，再看看这座桥吧。这座桥我目测高度是完全没有问题。闪烁的红灯代表什么意思，兄弟们？闪烁的黄灯呢？告诉你这灯坏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有没有高度牌限制？没有解释啊，捡最高的地方走。那现在这个地方就闭着眼往过冲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，跟我一起用我的狗眼看看这高度够不够？狗眼看人地绝对够，你知道吧？绝对不对，狗眼看你绝对不够了。刚刚这双眼看，我目测应该够，目测应该够，怎么办？杨哥，咱直接往过冲呢，还是走一半停一半呢？这里没有标识啊，没有标识告诉你这个高度是多高，但是我经过我的多年。就是我这么多年开车，这是肯定没事儿。当叮当，完后我的，兄弟们过来了！这第一个矮桥啊，这个矮桥呢，我不能说有多高吧，反正就是贴着我的脑门子过来了。哎呀，我操，不容易啊，兄弟们，第一个脑门子过来了。再看看有没有第二个脑门子啊？呼，一身汗，哇，真他妈惊险！我都怀疑这红绿灯，我要他妈过去，我不跟你说，那红绿灯都能被我蹭着，红绿灯都倍儿低。杨哥，你感觉了？嗯，差不多吧。是，哎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我正儿八经从那红绿灯走一去，我能把那红绿灯给蹭劈了。所以说，这就叫做经验拿活了，对吧？这两个红绿灯没有。所以说，你说有些人喜欢纽约，喜欢纽约啥呀？天线还在上面飞，哇！我觉得真的没啥劲。哇，你看，我感觉我现在不是一个卡车司机，我觉得我现在是像一个什么哨兵似的那种感觉。我前去打探消息，现在限速50 miles，加起速来。开40，对吧？旁边看着一个车，高高在上，心里是不是舒服一点？对呀、啊，对吧？哈哈哈！胆儿大，心细，知道吧？腿不要乱颤，噔呀，嘎啷咚，踩旁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有些人会问我，哎，为什么不往右道走？我们可以并过去。差不多再开半小时吧，再开半小时我们就能到那个长岛了，不是到长岛，从长岛啊，继续开。接下来的视频呢，大家就慢慢的安安静静看会儿吧，反正就是热。长岛的路，有哪位林兄也在这里住？下次干哥过来，你过来找干哥玩耍呀！哈哈哈。又一个红绿灯，喝口水压压惊儿，哈哈，操！
有两条路可以现在上这个 Interstate 路，一条路我选的呢是比较近的，早上，而这个卡车这个 GPS 呢选的是那个地方上，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限高在什么地方。那我觉得它那条路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我对这块真的不熟悉，所以呢我就多虑，这条路能不能走，要不要选这条，无才，对这个地方不了解，才华不够，走这条路走那条路，哎呀，脑壳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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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